好，下面请欣赏单口相声《改行》表演者李云杰。感谢你们掌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这是还看您的老观众。这个刚才是叫李云天的，又叫李根儿，又叫李景奇，这个他这个名字比较多，后台叫三姓家奴，就是他，说吕布就是他，说的真好，真不错。一上来呢，这个掌声啊，我看还挺热烈，因为我一上来挺热烈，我感觉这不是给我的，就是给这位李云天、李根儿、李景奇的。给您说的确实确实好，当然了，您这掌声再热烈点会更好的。这个德云书馆啊，就我们这几位说，分这么两批队伍吧，反正基本上以我带头说。我要不在北京呢，到南京哈尔滨演出的呢，就是这李云天呢，他是我一师弟，在这儿说，带着那个高老的徒弟叫李浩洋，还有一郑好老师的徒弟呢叫魏凤强。哎，这个都说的不错，可是呢都带于提高。当然了，我这说的也很次，各位观众也捧也说，其实感觉自己这个水平有限，卖把的力气呢，有时候我这身体还不是忒好。我这人呐，就是明爱说长得挺健康的，不过长得有点着急也是，有点小毛病，就是血压高啊，这个心脏不是忒好，有点这结肠炎呢，还伴随着这个美尼尔综合症，也没有忒大的毛病。当然李根比我好点，真的，就这李云天，你看小伙子精神，他除了非典艾滋癌，别的都没有，还都可以，这是。为什么说这么几句呢？这段啊，叫改行，又叫八字改行，一般的都是对口说。不过呢，从我这儿呢，给您改成单口的。上个星期呢，有来的观众呢，在这说过一回，书馆说了近两年的单口相声跟评书还没有成过样，唯独这段成样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次啊，在这儿演这段呢，身体不是忒好，有点头晕，睁不开眼。然后呢，嗓子也不是忒好，后来呢，这个效果呢很一般。回去之后，我看这位老和陈面，我们这个老兄的这视频呢，对我这段作品很不满意，所以呢，又经过二次加工整理，在今天呢，奉献给各位亲爱的观众。当然说得不好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您各位都是捧我们德云社这些小演员来的，说得好与不好呢，希望您多做自我批评。啊，这个确实也说的次，这个经过这又改了改，有这个散板的地方改成快板了，人物的地方有所变动，当然希望呢尽善尽美给您说好了，当然说不好呢也没办法，因为这个能力所限，这个说不好您也别去厕所，您也别抽烟，别咳嗽，别喘气儿，喘气儿可以。说什么时候可以和转气儿上厕所呀？等孔云龙上了。当然说这个环节呀，这就不怎么好来。现在的观众啊都好，尤其今天在座观众，刚才这个崔师傅跟我说，李老师刚才今天人也不少，因为上星期啊人也不少，上星期礼拜三、礼拜五两天都将近100人，礼拜三还100多人，基本上这今天我看人也确实不少。我们演员就是人来疯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敢说呀，因为我一问呢，基本上都是大卖场订的票，订的票说明就来过，最起码有手机能订。听说有个德云书馆，听说谁谁在这说，我敢说吧，全北京反正是连外地进京的朋友来玩来的，基本上全中国懂相声、爱相声、爱曲艺的，今天都来这儿了。这个确实还有老面孔有新面孔，争取给您说好了。这段要改行，就现在的观众啊都好了。为什么呢？您都是行家，您都是听主，年轻的有90后，有00后，还有这位小朋友我说不上来了，这位小朋友是10后，估计是。我当然我这个岁数也不是忒大，我也是90后，我是1890后。啊，1890后，我真是90后。
我是那个是啊不，我是八零后，八零后，我是那个89年12月31号，八零后，这个都喜欢听，先听先什么？我原来也是观众，坐底听郭老师，跟您现在一样。现在的观众，您坐剧场里边，您听，拿着手机里不给我们演员照相，后台聊天，包括这位老和身边，每周都给我们录这个评书这个视频。发在网上，这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。你说真不容易，但是我得感谢这位观众。原来早年间，那个演员跟观众啊，真是难了。为什么都在门口撂地？全在这儿，这天桥这儿，这天桥广场就是老天桥，都在这儿打把儿，卖都在这儿。尤其是不能进入剧场里边，为什么叫画桌？拿一个白沙撒字画一圆圈，这圆圈画好了呢。这蹲在里边，接头撒字，是唱太平歌词，一字儿撒出来，一道方凉，唱这个，唱这个呢，他怎么说？人多了，站起来给各位说这个笑话，那边笑话不叫相声，叫笑话。什么时候看人多了呢？说他不抬头能知人多？哎，有一办法，不是低着头吗？他数脚，哎，一看，哎，有那么几十只脚了，差不多了，站起来给您说。说进了剧场里边说就文明了吗？更不成了。门口把票子，我们这崔师傅要搁以前，这叫伙计，拿着一个小笸箩，那会儿您打钱，什么样的人呢？好些人都不能要票，都不能提。跟您这么说，西服革履，大背头，戴着金丝边眼镜，领带三尖头的皮鞋，您拿这个小笸箩跟他要票。嘿，您辛苦，先说您辛苦，跟人道辛苦，您辛苦，那意思想说您的票，您看这位叼着烟，那会儿讲的横大大前门叼着烟，你看回答这字眼人都不好回答，这是我吧，各位听这句，就我们的崔叔赶紧走。为什么赶紧走？不走啊！你回答什么都得挨揍。你不信这个？认识我吗？认识。哦，哪儿就好了呢？给一嘴巴！切，认识光要钱，滚！你要说不认识呢？您辛苦。认识我吗？啊？不认识。其实让你认识认识，左右活不了。而且呢，您看这穿西服革履的不能要钱，还有什么呀？穿这个中山装的不能要钱，穿军服的不能要钱，还有什么呀？就是十三太保的哥扣，穿这个不能要钱，为什么呢？这属于流氓地痞。跟您这么说，简短别说，穿衣服的都不能要钱。上哪儿要钱？您澡堂子要去，这是都不能要钱，讲的难极了。这是旧社会，这还得说什么呀？别给赶到这国校，那说什么叫国校啊？现在没有了。你像一说这大妈，我们这老奶奶们得说这岁数，可能是岁数大的人赶上过国校啊，就是皇上死，皇上死就好字眼儿，说死就死了吧，死死去吧，死去吧，你死了。于谦都死能说这么些，于谦死了，死死了吧，是吧？郭老死早就死了，这点掐了别骂了，你叫我，我这都心虚，我这张林一乐，我胡说八道的，千万别忘了，我死死了，皇上死了，皇上死能叫死吗？是吧？那叫什么呀？你好说点形容皇上死，就光绪皇上。就这个溥仪前面宣统前面光绪皇上死，好多人都驾崩，皇上怎么驾崩了？说怎么叫什么叫驾崩了？就是驾出去给他崩了，还是枪毙着呢。驾崩好多人，那会儿呢都讲什么呀？国孝，什么叫国孝啊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，什么什么说的唱的打的什么全不成，都不能演了。都得改行，都得干别的，是不是？就单双号进行也有那会儿，
跟现在就没有这个国校，没有说这个说什么娱乐绝不让评，现在没有，是吧？对不对？你除了这个，是不是阅兵别动的问题？啊，这点掐了别放啊！哎，你这个原来不行，现在新社会，现在艺人呢，我们都不受压迫了，是我们现在的地位都提高了，确实。把这句话说得亏心，原来不成，我笑你这个宣统这个光绪皇上死，好些人都改行了。你拿这个北京、天津这俩地方最有名的刘宝全先生，唱京韵大鼓的虎界大王，他唱多好听啊！一说好家伙，国校三个月不让唱，艺人不让上帝。什么叫上帝？就是这个园子演出，我们行话叫上帝。我不是说见上帝，好一人见上帝那死了那是。所以呢，他怎么办呢？只能改行。那刘宝全先生的大鼓唱多好了，所有唱大鼓的都给宗师这流派，金戈铁马的段子，尤其是三国段，那赵云截江那几句，我好漳州献计妙非常，我好啊，来这唱，那不是特别好。后台我这仅是人家师弟啊，这真是我给我一瓶那叫什么呢？开塞露。橙汁叫什么呀？开塞露。开塞露。这捧哏都外地做的，这比够坏的，不是开塞露，就那种塑料瓶的，里面带一尖那个，还是开塞露那个。人说开瓶露，还开塞露，喝完里外都痛快是吧？哎，开瓶露露，开塞露我不喝，我在里根儿那儿喝的。开塞露，金戈铁马段子一唱这边的，我一学呀，当啷当里根儿，啷当啷当里根儿，啷啷的当当当的啷当里根儿，啷当里根儿啷的当，张昭献计呀，妙非常，孙权你前。人过江，赵善在荆州狂卷主，夫人念母也思想，片阳血成无情棒，打散探头对鸳鸯，到后来孙夫人难免投江死，永别西川，汉中王。唱这段的多好听啊！还有大西厢二八哥，那位俏佳人儿来梳妆，多好听啊！下一句。在家头疼三天，老伴儿他们商量，咱们得干点什么呢？老头儿想，我这都岁数大了，干什么呀？老婆儿家的媳妇儿熬点粥，熬点粥呢，上别摊儿呢取点火烧，一块儿烧饼，一块儿卖个精米粥。早上起来，老北京这胡同里出来，盯四五点钟，老头儿捯饬干净利索，戴一瓜皮帽，门口胡同一站，拿一大砂锅精米粥，拿那勺子这儿熬好了。这边来一火烧，来这火烧烧饼啊，油条啊都摆好了，卖了。您琢磨也不吆喝，拿这铁勺啊，净喝了这粥，这粥都快喝了泄了都，来回喝了700多圈这粥，也没人。本来他不吆喝，谁知干什么呢？他也不会。后来琢磨，哦，得吆喝。可是卖粥这我也不会呀。一琢磨，哎，我呀，京韵大鼓的天儿，卖粥的词儿，卖早点的词儿，我试试。他们爱听我这个，是不是？我一唱完之后呢，宝鸡一鼓掌，一爱听就买俩果子走，对不对？咱就试试，拿这个粥，拿这个铁勺喝这粥，自己呀还哼哼腔儿，当当当里根儿，当当里根儿，当当当里当当当当当当里根儿，当当里根儿，当里当吊炉烧饼。边遥远，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，京
看看，剑拜三天，不为了把钱赚，所谓是扬名啊，我的名字叫刘宝全的。你看这个动的龙，哗啦一使剑杀多了，这玩意儿在杭州干不了。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叫抓阄照看实不行的，这个也改行了，实不行发字形儿。我们一般开先锋箱啊，后边都有一架子，打鼓的、挠脖、铜镲，这个一上来一唱，一般都是郭老师唱。我们这个，我们有领班儿啊，是叫，就是记协主席领班郭德纲老师，一般他在这头唱，我们都在后边帮腔儿。一上来呢，这发字形连不到，听着意思，一唱这样儿，一上台来气六神儿。强一边抬绳儿，一边系绳儿。强抬绳儿手拿摇钱树，强系绳儿手托聚宝盆儿。强聚宝盆儿倒有了金马驹子在，金马驹子以上就站着银人儿。强金人儿银人儿手托着马子自银呐。怎么样？愿诸位招财进宝，日进斗劲儿啊！一敲这味儿，非得有这斗斗的起斗起斗强，还好听。抓阄照，您琢磨唱惯这能干什么呀？哎，家里有手艺，买茄刀。这茄刀也讲吆喝，你吆喝起来，老北京一般的推个小车，现在三轮车，以前二八自行车，后边呢弄一木子板铺一块儿，顶上呢那塑料布一铺，蒸得了茄刀往上一扣。顶上还盖好了棉布，这个车底车眼底这儿呢来一小桶铁桶，搁上水，干净的水，增长一尺，一把刀跟比这扇子稍微再宽一点吧，就切一根切片儿，切这切刀搁里边，他也不会吆喝呀，怎么办呢？支好车，拿着刀来，把这块布掀开，看自己的切刀真好，自己蒸的冒热气的，还有意思。张嘴就唱，我的茄刀当正德，好，上一刀这就变两块了，好，刀二刀比刀二多，强，您若吃了我的茄刀去了您呐，怎么样？愿诸位受我八十多呀、啊！刀刀的起刀起刀强，您再看这茄刀成多余了，全剁碎了这个。这是抓阄照，京剧界有两位改行的，一位唱老旦子叫李多奎，那是老旦子宗师啊；还一位唱花脸的叫金少山，人称金霸王，那花脸唱好，尤其李多奎先生从小喊嗓子好，到什么地方约角先约李多奎。李多奎干什么？一般的您看他绿后龙袍大龙袍，跟金少山合作的，头上场闷帘叫板，就这一句苦啊，苦啊，就这一句可弹的好，掌声四起，真的，我这不爽，因为我喊一句你也没有鼓掌，所以啊，能扯这尴尬劲儿，一掌哥苦啊，剧场都快塌了，那得他卖什么呢？改行了，励志啊，国孝啊，家没办法，家农村吧，有亲戚，卖人卖菜，卖菜也不容易。那说卖菜，你现在您开个车取菜去，上新发地批点菜，你有车，以前不行，前后的箩筐，几十样青菜，这么宽的扁担，挑起来二十多斤，一上尖不能打花，我这，哎呦，这身体不成。都楼了，哎，都楼了。你要一上尖，一般走在上尖，都得这样走，嘿，都得这样。那说一上尖打花，这不成，你藏住。而且呢，上完菜之后不能当时就卖，干什么呀？找个菜园子，有井的地方，把这菜啊拿起来，放地下，把这舀起水来，拿瓢，什么叫瓢啊？半个葫芦瓢，刷一撒。撒这菜上，
为什么呢？先取来的菜，尤其夏天能腌着，那你那韭菜，哗一洒水，那韭菜，哼，哎，你看那黄瓜一洒水，哼，还真是土豆一洒水，哼，越憋越芹菜一洒水，哼，全这样。您不过那晒了俩钟头，您再看那韭菜，就这模样了。这个，所以呢，得先烧水。烧完水之后呢，您琢磨肯定更沉了。先一个水菜嘛，挑起来，讲究这老总讲究吆喝，九腔十八韵，诸神窍点的，一吆这味儿，拿这手啊，得拢拢耳朵，要拢一拢耳朵音，一口气一口气几量青菜吆出来，香菜。
他那个叫卖西瓜，不能，那拿着切菜刀，他这模样，这子午向上一站，哦，大概起跟对门的，对门是不是捉奸的这事？这俩糊涂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明白呀、啊，是不是？一会儿啊，围着十几位都没人上前来，有这么一位啊，后边不知什么事儿，他一看这么多人，里边抓彩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彩票，举彩票，来来来，我等等，分给人群。完、啊，这干嘛？哦，卖西瓜的。你看这金老三，大高个，一米八一小，一米九，大黑脸蛋，拿着一尺多长的这切菜刀，一站。瞧这位来的，他呀多毛，喜欢听我唱，我唱两句他们就吃了，先叫我们。